vengeful spirit. Dire team pick. Imba spirit. And run! Thirty seconds to battle. The battle begins. Was not yours. Look at it go! Radiant'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 Thank you.
Yeah, catch! First blood. You darken my eyes. None. No. Oh, look at it go! Can't see.这边氛围应该会比我们这里好很多。对，所以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过去看一下。哎，这边是已经切回到游戏了。好，我们小沈姐姐还是很给力的。谢谢。他们那边是不是也暂停了？他们那边你说是比赛这里是吧？对啊，他们应该没有。可以看到班人班选人是已经完毕，然后现在场上比分是3-1。这样一看啊，漏掉很多人头了。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分路，这里是Z4一个中单的火猫，然后末日的话是，哎，哦，末日是打野，然后烈士路的熊德，上路是先知和喜奇。 然后艳芳这里是乌妖加熊猫，中路是小娜加，然后下路这里刚三十直接带走了熊猫，两人落位，VS和双头龙杀掉了伯努尼。这里这个这么多的伤害，这个双头龙已经3杠0了。对，这个。 这两个人头有3个是他的，这两个人是怎么把熊德和末日给杀不掉的？看着他的液态火是满级的。哦，满级的液态火，哎，这个5分钟已经7级了，有点厉害啊。哦，这个真的。对。双方应该是都在运平，对。 这双头龙有点肥啊，大颗双头龙吗？一号位双头龙，哎，这个梅肯已经完成了大半。VS 的话是刚刚这个6分钟下路的伊塔被反补了，这。 这个前几分钟没有看到，真的好遗憾啊！好想知道上头龙是怎么做到的。有兴趣的朋友，我可以回头把这个录像下载下来，然后 You must learn patience. 给大家再补一下。对，或者是在星期三的时候，我们给回放一个镜头也行。对。哎，上路是被打我的帮助，漂亮，这个一起。但是我们的先知是 哎，一个香味鞋的先知，在韩国这里香味鞋的先知是不多见的，基本上都是。中路小娜迦的补刀压制了火猫很多，火猫到六之后选择留一个魂，然后 TP 回去。哦，小娜迦需要补战鼓。 好鞋战鼓在手啊，这个瓶子也在晕。对，这个小娜迦还是压了这个火猫将近17个档。我的数学还是很好的。看出来了，猫这里一个火过来捆住，想要杀小娜迦，快打刀，末日大法，一个TP。看一下 动不，哦，这个动不的话应该是动不到了。对，就一个TP。小娜迦8级，哦，升级了一级大招。 这一集可能是刚刚升级的时候临时点的。对，刚刚有危险要直接升级了。下路这两个人。哎呀，这个塔消的好惨啊，又这是二塔了。这一路要被打穿了。这个双子龙的液态火真的太厉害了。要通关了。
刚刚是加大的，对，他前期没有加大。哎呦，你说你不 TP， 你又看我，不是我，还不是我。哎，这三个人，三个人围堵一个，啊，这个不能叫辅助了，叫大哥。对。过来，先是加了一个套子，啊，先是奶力口，这个套子能不能加上？直接在哪里？本来老一个套子，进来，哇！奶力米德卡，已经是进了他最大的一个，但是感觉打不过呀。子琪赶过来，子琪没有加被动，粘不住。好吧。这边打点要往这个位置走，可以加上一个。加油！加油！再弹！哎，再弹！哎，一下！手机在哪里？哎，手机。Sorry。这两个人来打，我感觉还是打不过。这我有彩。哎，先生，机器人有没有慌？双杀了，对，锤一口，两个人头，现在九个人头，有五个是他这个大哥本来就不是打辅助的吧，是有个故意叫他这个是他们这个大哥还是小娜加大熊吗？对，但是他这个因为我们前面他刚开始的分路没有看到，不知道是他一开始是钢三还是说本来就是一个二的分路，只知道他这个双子龙还是很肥。对，这两个人直接是把项目打废了。Guys, the stop down has fallen。果然，双子龙居然排到了第二，跟小娜迦是只排第一吧，居然已经。先知还是要做点金手，你这个点金感觉再要出的话要崩掉了。双子龙说：“我为自己代言，我不是可以打辅助的龙。”好歹也是龙部的，这里先知要再出点金的话，前期战斗力会下降很多，你们这个熊德的话基本战斗力为零。火猫这里一巴掌把无光之打掉， OS 换了一下一个电光球，应该是在中盾之前就已经把这个物资回复数开了起来，所以说在结束之后还有很多的血量。对，风杖双头龙，就问你怕不怕？哎，我之前11分钟10级，昨天看那个冷冷玩了一盘双头龙，也是出个风杖推起来，然后直接攻风路径，比较这样比较容易踢中。哦，你是先把它推起来再踢是吧？对，先把这个重点踢出去。但是你对于双头龙一般这种酱油来说的话，出到风杖，我觉得应该是30分钟以后的事情了。打得顺一点的话，20分钟。主要得看是谁玩的。主要再看谁在带玩。对对对。对，主要看大腿是谁。大腿、啊。就比如说。第一盘的那个 TK 是吧？对，那是假大腿。我觉得真大腿。这个的话，我们没有跟他玩过，对吧？对。我现在的经济情况是，你看已经是。天辉方全。小娜迦12分钟，13分钟，差不多就3800。对，我们看完这波团战之后，来切一下的经济面。对，我们看这波团战。哎。绕错了，绕错了。然后，我们是想小娜迦来打，但是对方已经被打怂了，完全不敢过来。他们是去干嘛？一个明日的末日，哎呦 ，OS， 跳水，加什么也掉出来。好，敌人打我了，三打一，五一，还是在13分钟摸出了一把点金。还不错，除了上路 TP 那个。
Dire's naval core has fallen. Radiant structures are fortified. Radiant'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From this sleepy I'm a wet work specialist. 双杀。对。看见他们一个财产，哇。Radiant'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十三分钟15000的一个经济差，然后8000的一个经验差。这有点厉害啊。嗯，现在的话，烈焰方唯一的机会就是这个点击手刚1300，现1100。任务说我要省钱。这个点击手。先知的点哦，先知还是要出点金。他们如果这三把点金出来之后，还是有翻盘的机会。关键就看控制得住。对，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小娜迦会要很早，在无限带球。你们这个敢不敢出来刷线？出来刷线的话，就要面临被抓的问题。而且这个小娜迦刷的肯定比你们慢。那么等到刷个20分钟之后，小娜迦很可能就是辉邪加龙心加分身斧，然后你们这个时候又能刷到什么装备？感觉这是任务中的好机会，最快的机会。Radiant'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这个信息就多了。直接 R 走了。还是被消耗的很快的。这个双头龙的液态火球。Dire's middle tower has been denied。我记得这个液态火刚刚被打的时候，龙神有一次直播，有一句话很经典。但是说，哎，快跟我追！